姓名，一时却模糊不清。这太直接了。名字消失在寂静星河里，弥留天际不可停。为何是你没有生命？你在干什么？李沃，我喜欢你。李沃，从我第一次看到你，从我还没看到你，我就对你特别感兴趣。一个可以从我手里硬生生抢走摩天 offer 的漂亮女猎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无数次拒绝我的善意跟恶意，你既洒脱又倔强，又聪明又愚蠢。唐耀峰说你无趣，我不那么觉得。我是跟数字打交道的人，又或者说，我才是那个无聊的人。可是我最近总是忍不住，我忍不住浪费时间去想你，我也沉迷于跟你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我放弃了性价比。我也不想逃避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先去看一下娜娜。素颜应该送她回去了，别担心。她在我才担心。刚才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。我回去等他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？你是担心流言蜚语，还是害怕我再练？不是的，高山，我现在脑子很乱。娜娜她可能生气了，这次她对你也许真的不一样。你先给我时间，让我想清楚好吗？最近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。明白。那让我送你，别拒绝我。那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吧。一个人不安全，更何况你这么漂亮。